必须这边要把它花脱来，把它削开来，然后还没有动，再继续削，看到有这放射状这个一个洞一个洞的地方，就是那个莲花的胶质，它可以敷脸，然后有人都可以拿，整个都可以食用，它遇到水就会膨胀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看检查里面会没有蜜蜂，有时候会有蜜蜂躲在里面，所以我们要品管检查一下，然后就是把它定型起来，然后烘做烘焙的动作。